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28日，箴言22:4安尼讲：谦卑敬畏上主，就有财富、尊严、性命。三天来祈祷，爱愿谦卑敬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，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。主啊，愿归你，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。主啊，阮人算什么？你竟然这么关心。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这么照顾。主啊，愿在富足顺境的时，常常骄傲自己，会记得一切是你的恩，不是我的功。求你帮助我，不愿在贪谦卑敬畏，因为安尼，我就要有财富、尊严、性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感谢主，以应允咱，尽来谦卑敬畏伊的，就要有财富、尊严、甲信仰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地带，耶稣听你，属你。